这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是要给我走海盗？我要走海盗，这一把快乐海盗，快乐海盗，快乐出航。我也不太喜欢这家伙。喏，这是换来的金币。空中海盗。哇，撞两次然后不扣血，这是什么外挂啊？他打他扣二，然后不扣血，然后他又轮到我动，再打他一次，再加二，再扣二，又不扣血。那如果对象每次怪都两攻的话，我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无敌了？我就无限撞撞撞撞撞，撞出一片天。找海盗，我知道怎么玩了。各位，鲁鲁斯要留着买，不能点，点这只。哎、欸，我知道怎么玩了，可以冲起来！等等，找卡德加，我要冲起来了。听说这个玩法叫做什么、啊？什么飞行啊？为什么是荷兰人呢、啊？无限冲动流。哥哥今天要带你飞翔了啦，想不想飞？点这一只，再一只，再一只，有点过分哦。灯牌小队报道。我最喜欢乘风破浪。嗯，对啊，订阅其实就大家可以有徽章了，然后我比较容易看到你们呢。然后二方面也就是支持这个平台啦。并且可以看看看台无广告，然后也比较醒目啦。其实真的有头像比较不容易，啊、某种程度上，哎、欸，我还没飞，哎、欸，我还没飞呀、啊，什么鬼呀、啊？我还没飞。不是说好要一起飞？卡德要来了，你们完了，你们完了！男爵，这边要弄个男爵。他们完了，他们完了，弄个上将。这是个正确的战术。为了达拉然，现在就掐个上将，敢不敢让我飞？聊天室，我这边就问能不能让我飞。这次他不可能有风怒嘛，所以我怎么样都可以飞一只。不对哦，卡德加不死大飞。我吐了，你们最好每个都这么会打团哦。你们最好是每个都这么会打团。我这个冲冲冲真的很强哎、欸，可惜被他破坏了。威尔家暴无常，感谢威尔。来人65把。战斗真的有够激烈。感觉距离加塞，哇塞，船来了，打到自己人呢、欸。船我是要拿啦，但是我可以怎么样控制呢？不出，目前是有点弱啦，我船可能要扣一下吧，确定，然后找个草缝。这个黑夜保护团战的顺序，不至于团的太离谱烂。纵然圣光暗淡，我等依然奋战。这样至少会是一个稳定的团。他船出了肯定是太强，所以我这个船就先放着吧。你的表现，因为这艘船出了，他可能人直接没了。他只有12血嘛。可能人就直接没了。冲起来了，冲起来了，冲崩了，冲崩了。
这个组合跟你又可以用很少的牌就打出一个哇攻超级强的战斗力啊，不觉得吗？我用很少的牌，其实都是单卡单卡而已，但是他就可以营造出一个超强战斗力。我还扣了一个船欸，就光这样子就超级强了。很认真干活。升级找点个上将，找个男爵。那这边没牌，我嘲讽我觉得留着比较好欸。我应该会把船打掉，然后再两刷，你们觉得呢？红发没有用，因为 Lodi 比较好嘛， Lodi 比红发强得多。那我们再两刷吧。现在就是 Lodi 用个阿古斯把它架起来，然后这张就能卖掉，然后再放一张男爵，就嘲讽 Lodi 卡德加金卡德金男爵金蓝猫金上将。第一个 Lodi 会卡住，第二只才是正常的。第一只会卡，来人展开！哎、欸，没展开哦，还是要展开啦！哇塞，超贵，556，21。我超痛啊！就说这个船很恐怖吧，如果卡德加配船，他就直接死了。上将，灯神，找阿古斯。看来你可以抽到三个哦。啊哈，上将，有蛇。蓝猫也合呢。不需要无限前海盗。是我的话，我也会选。上将来了！哇塞，糊了，糊了，蛇不用出了，就这样就好了。现在还缺一个金男爵，然后 Lodi 可以再搞一只，然后双 Lodi， 两个阿古斯都给 Lodi， 然后找男爵，因为卡德加会卡位。蛇也不用出，这样子就好了。他毒包刚好打在墙壁，他怪够大，所以我一定可以送掉，好开心哦！我超强的啦 ，Lodi 还会再动一次哦，你看他会再动一次，因为他没死，冲刺的机制，继续膨胀啊，各位！膨胀起来！这个组合一拳一加，所以这个3137血比较多。打到野了，打到野我可能要考虑要升级耶。Lodi 两只，我肯定要拿哎，这样的话就等于是要卖金发妹。点个17，有人会反对我卖蛇卖金发妹吗？因为你要冲的话，就是要两只，一只的话不够秀啊。这虽然不是最强的，但肯定会全力出击。这回合打野啦，所以比较压力相对比较小啦。那嘲讽卡很多牌都能找得到，所以也不用太担心没嘲讽，因为嘲讽卡很好找。金发妹关东煮吗？这一把是有机械的吗？没有，那就金发妹。金发妹在牌池里总共有16张，不需要太担心找不到。哎、欸，阿姆卡的家，我们别打我上将，打楼底，船展开，伤害超高的，没事怪我自己动，好大的。然后前面两个 Lodi 一定要嘲讽，因为你不嘲讽，基本上他有可能会送不掉。阿古斯很重要，哇，两个聚合体，聚合体可以是嘲讽哎。
哇，上将，那就出两个上将吧。卡德加我是不是可以扔掉了？蓝猫加四蛮强的、欸，这是金蓝猫哎、欸。我觉得卡德加可以扔掉嘞、欸，因为你其实会卡位，船扔掉，卡德加留着。那就连出两只吧。不对不对，我只需要一只，我只要一只巨额体质强了就行了。对对对，我只需要一只，他一只厉害就行了。我觉得有嘲讽的我比较喜欢，比较有安全感。我先可以把它撞掉吧。我怎么偷刀的？可以啊，妙蛇。打出这个组合的上限啊，各位！打出上限。表现不错呀。现在要找嘲讽，嘲讽前面两个，然后上将三合一，男爵阿古斯。男爵是五星卡，阿古斯也是五星，所以点个四，可惜。可以的话，最好是雇佣一个手下。男爵古斯哦，阿古斯是四星啊，呵呵，点五星只能找男爵，对对对，他不来啊，各位。楼迪又一只，还是我这个也换楼迪，把卡德加卖掉。我最喜欢乘风破浪。这是我的冲锋，冲锋阵。哥哥带你回一下，哥哥。你的手下很认真干活。古尸男爵，罗迪都三合一了，刷个六再开图。开一个上将出来，有六，有男爵，哇，全有了。我最喜欢乘风破浪，很舒服啊，全有了。一家是鱼，一家是鱼，所以全部的牌都没用。要不要拿一个灯神赚一块，然后最后打输他？应该不用吧，我就拿男爵就好了。我就拿这个吧，然后我可以再点一只六吗？点六拿六，我已经有更强的男爵了，所以你们要赚一块吗？如果你把这个打上去，这回合比较弱一点，但是可以赚一块，赚一块我觉得可以耶，我觉得钱比较重要啊。而且你有这个格子等等比较好操作啊，等等假设有那个 S 级火枪兵你还可以拿，还可以拿 S 级火枪兵耶、欸、还没停还在撞大家跟我飞！哇，上将三合一了，天哪！那我们需要再弄一个卡德加阿古斯。阿古斯是一个点三点四。这边放男爵吗？所以我还可以再放一个海盗。我就放一个卡德加，卢比再一只。这样子有没有过瘾？再给你们一只高地，要不要？冲冲冲冲冲！卡德加来了，那不然蓝猫不要了。好快乐的组合啊！我的天，太快乐了吧！
我被他抬了一只，够不够冲啊？够不够穷崩？我想知道穷崩的程度有没有够？可以，可以，很穷崩。蛇直接蒸发了，蛇消失了，再来。后面几只没伤害耶，尴尬。冲不停，可以可以继续冲，交给你收尾了，飞吧，我的孩子们飞吧，太精彩了，刚刚好，我确实用一大堆的无赖把它撞光了。那现在的话，我们如果还要变强，就是要金男爵，对不对？要炒凤，要变金卡啦，这些加攻击力不是很重要，我要变金卡。阿古斯，那我就可以卖这一只，然后给他们炒凤，没错吧？我就可以给前面炒凤，然后再找一只楼底。哇，两个卡德加，那真的要快乐起来了，极度快乐。两个卡德加，点个二星卡，卡德加，卡德加变金，金，金。我们必须团结一心，携手合作，为了达拉然。为了达拉然，快乐起来。都盯上你了，小心一点。好多食尸鬼哦，好多食尸鬼哦。把包那个都撞烧掉的啦，但是我可以死而复生，你没想过吧？死而复生，再来，我又活过来了，来，展开，看我的，扎瓦鲁豆，时间暂停。在时间的大钟上没有停止两个字，玩得不错。他的大怪一定不是墙壁耶，他绝对不会把超大恶魔架起来被堵，所以如果你想要堵他的恶魔的话，肯定是鱼要放后面。光牙打一下啦！哇塞，光牙也太会躲了吧！碰一下光牙，是光牙，不是这个恶魔。你这么多打点碰不到光牙，我报警了啊！蛇提前被开了！哇塞，太多小黄又要杀我啊！我吐了！这个也太多光盾了吧！一个小黄，三个光盾，你套这么多光盾，你干啥？你有事吧？玩得不错，你掉好一点，我还真能反杀他、欸。他这个一点都不强。我这么快乐的金男爵、金卡德加，就不能给我一个上将加倍快乐吗？